那好吧，那就欢迎下一个那个公诉奖的讲者是谁啊？下一个是朱梦，朱梦可以了吗？开始讲倒数，我们比较仁慈一点。MongoDB 是这些东西，好，然后我的图片是传到亚马逊上面，不是传
在 Nino 上面，很多人都以为是我把图片传 Nino， 可是 Nino 的毕竟他网快，但是他堵没有那么快，就我就还是把图片丢到亚马逊那边去处理，因为亚马逊在图片那边可以做比较好的那个 catch 的机制，所以我是把图片丢到亚马逊上面去。那比较特别的是，创用 CC 文网那上的图片也有授权的东西，所以大家如果要找图要用图片到上面去看。那这个就大概是这样，那大概是这样，那大概是这样。那剩一分钟了，大概是这样，就这样。那我们在这网站是这，就是大概是长这样。那还有就是一个 SIS， 就跟这个就是在处理这些东西。那可以让大家如果对摄影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看，就是你对方别人是怎么拍照的，那大家可以分享。那因为毕竟是传达方说上面嘛，那图库就是让大家自由连接。那我们也有积分，积分越高就越高，因为现在不能也不能干嘛，对啊，你想说积分拿到1000可以换奖品之类的，那目前是没有这个打算的，那就是有积分是，对啊，那未来干嘛？就大概这些功能要写吧，因为强化这些功能，因为它积分模型又很怪，为什么？就是为什么像我们那个星宇像那个星夜，他在我们上面放了多东西，他积分为什么还是输我？那因为我是做模型的，我当然知道那个 tempo， 所以我的积分才会比他高，对，那这个积分模型就怪怪的，这样变得不太公正。好，那我们大概是说，那有人说那 Android 跟 iPhone 的 APP 怎么办呢？那我刚跟那个导演讨论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说我们还是不要做，就做不是我们啦，就是我还是不要做，我就还是做 JavaScript 的东西就好，因为那个要去处理。那我们现在大概更多人去处理，那大家可以到这个上面去找。那我今天有一名片，有需要的可以来拿。好，谢谢大家。